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爱尔时代女主播，我叫苏坦坦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门丽的一夜，歌名在这边。对，然后喜欢我的请记得帮我点赞转发评论，每天晚上12点到早上7点，来 YYID 139727，我给你们唱歌。谢谢哥哥的礼物，谢谢。我先把神曲录了啊，谢谢礼物，哥哥们记得点点关注啊。爱上一个人从不需要疑问，因为有你的眼神肯定。外面那么冷，所以靠那么近，我能感觉你的热血沸腾。606，谁也说不准是谁先给的吻，反正早已心乱了分寸。孤单的旅程，在这午夜黄昏，你的热情它像发了疯。原来我只是你的一夜情人，只怪自己入戏太深。当我尝试着问你还可不可能，你却对我说别太认真。原来你只把我当做了情人，我却从此要为情所困。当我用尽全力走出这一扇门，却发现这颗冲动的心已累累伤痕。哇，字幕哥哥 Tiger 666666啊，这个歌词没谁了，对，同步，这叫同步歌词吗？谢谢谢谢。是人太残忍，转眼中到清晨，为何让我感觉一阵心疼。昨夜的温存却经不起拷问，而你瞬间却变得陌生。美丽的陷阱你挖得那么深，仿佛可以再毫不留情。我却那么笨，到死都不承认，怎么自己还越来越蠢。原来我只是你的一夜情人，只怪自己入戏太深。当我尝试着问你还可不可能，你却对我说别太认真。原来你只把我当做了情人，我却从此要为情所困。当我用尽全力走出这一扇门，却发现这颗冲动的心已累累伤痕。谢谢大家。原来我只是你的一夜情人，只怪自己已入戏太深。当我尝试着问你还可不可能，你却对我说别太认真。原来你只把我当做了情人，我却从此要为情所困。当我用尽全力走出这一扇门，却发现这颗冲动的心已累累伤痕。原来你只把我当了情人，而我却入戏太深。这样一首歌一夜送给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小伙伴们，我就是那个苏坦坦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